大家好，我是玉玲老师。大家好，我是嘉悦老师。这一次我们推出一个全新计划，叫做木提老师来上课。主要呢是在讲帮每一个音乐老师圆梦，因为其实从小我们都有一个乐器梦，除了自己的主修乐器以外，我们其实还会想要学习其他的乐器。那透过这一次不同的机会，来让老师去尝试一下或是体验一下各种的乐器的感觉是什么。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让玉婷老师来挑战我手上的这个乐器，看他可不可以在20分钟以内吹马蹄玛丽有只小绵羊。因为听说玉婷老师是管乐杀手，是没错，我通常是被杀的一发不留的那一个。对，所以今天要让他呢学在20分钟内，然后学竖笛，然后看可不可以在20分钟内完成玛丽有只小绵羊。我们来挑战看看，决定杨老师是杨老师挑战成功，还是我挑战成功？就来拭目以待吧。真的不知道会不会那个打火机的名字。接下来我们请嘉悦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今天要挑战的乐器。好，我手上这把乐器呢，它总共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竖笛，因为我们都是指着拿指着演奏的。那第二个名称呢就是单簧管，因为它是透过这个单簧片，然后和这个吹嘴最上级的这部分吹嘴，然后一起震动发出声音的。第三个名称就是黑管，所以这三个名字呢都是指同一个乐器。接下来我们请嘉悦老师来帮我们介绍竖笛的构造以及它是如何组装的。好，然后竖笛它其实有五个部分，那我们现在从上往下介绍。最上面是刚刚有提到的吹嘴，然后吹嘴下面的部分就是调音管。那竖笛的管身呢，它有两个部分，然后这是上节管，这是下节管，然后给它装在一起。然后最后最下面这个是阳音管，就是我们所谓的喇叭口，让它让竖笛的声音可以更好的传出去。那这一个是什么？这个是竖圈，它主要是固定簧片，对，簧片。那我们把它固定住，就这样完成了。好，交给你下去挑战哦。好，现在首先在吹之前呢，你会不会先给我一个大拇指？对，好，然后大拇指，我们靠在下。下嘴唇上面，下嘴唇，对，然后呢，上牙齿这样咬着，对，然后讲吁，然后不用咬太紧，它只要两边它可以包起来就好，然后吹气啊，还可以，然后下巴要吁的时候，前面会，所以这边要平行的，对，我怎么觉得我这边没有办法，哎，你没有用上去。你在那旁边那边，好，你让全脸咬进去，再多一点，就是含住指甲片，对，把这个指甲片当做等一下的黄片，好像挑战已经来了，加盟，等一下，亮根吗？对，再进去一点，没有，再含多一点，你刚刚我笑气，肯定流汗嘞，好，然后这样，好，对，可以，嘿，没有了，气头出来。好，这样，好，记得这个感觉，对，然后吁，这边要有那个集中，会用力吗？不用太用力，只要集中就好。好，好，然后不要咬太紧，只要靠着就好了。我先帮他，等一下哦，这样子吗？对，好，对，气是冷空气的，好，然后手放，还可以，你有点咬太紧，哦，好，你的气，等一下，我现在试看，等一下，
好短期，太紧张了。我在节目中的音乐怎么办？你刚才有逼很大声，对不对？就是在震动太过的。你现在记得你的气是冷空气跟热空气，是看看一个是，跟对，我们是要冷空气，对。好，再试一试，一个冷的。你下面没有包到那个下嘴唇，对，可以再集中一点。你气太满，我根本我就老了，还在叹气的感觉啊！再一次，好，有啦，有啦，我再花多少一点呢？哎，我现在花多少分钟给他？哎，我们好像没有计算的，对，没错，至少第一个音有追出来。好，再一次，等一下。然后吧，我再帮你这样往上靠着，然后你要让我靠紧。哦，好。你不能被我这样让人抬上去。好。非常好。成功了，成功了！你自己拿。好，等一下，还是在这里，等一下。感觉对，好，自己拿，然后往上靠，然后它有一个角度嘛，是这样子下去。非常好，再扯长一点。不到五分钟。对，很好啊，我成功了。不过要挑战一首曲子，为什么不挑战？因为气量很不足，很小声哎。不是因为你是这样吹气，如果我们是。集中的快换一点点的气，你就会比较。回去看有没有机会再联系。好，那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挑战成功喽。